几台先啦，迄个几台过来。我来给对边机，有啊，我那是这台不错哎，是 DV 吗？什么是 DV？ 啊？什么是 DV？ VGD 而已啊。VGD， 你刚刚说什么 DV 是什么？那是 DV 吗 ？DV 是什么啊？在录影机。对对对。我不晓得哎，我去台北拿的，不好是，我们在哪去修理啊？跟人家借的还是怎么样？建筑膜。三波。工棚。电源。要不要开了？开了好啊。我用的 Q 三的头。哎呀，伊要听安怎沉底啊呢？他的在店面把喵喵的开水。面板哪里？这个。好，你动作完毕。好。哎，你可以了。你正常做动作的。
我们要假设客户很笨。这种是肉，没有珍珠膜了。哎，好。关掉。嗯。等一下，机会行。嗯哼。
聊一聊，哎，免一管伊，因为我惊伊，可能伊积累积累遐。这边看会到，这个窗子了，好，我开，打开。谢谢你。哎，可以去打。去了。好。来，去了要六十。开关套了，这种无法讲，这名不能讲，太迟。这玩的这看就知影啊，这看就知影，这无法操作。Yeah.